他什么时候才能够想起我呢？哎呦！啊！老师，没事了。还疼吗？不疼了，我的嘴就不疼了。家宝啊，你看这个茅草这么锋利，咱们还是不要编蚱蜢了。要不这样。 老师教你折千纸鹤，好不好？我不好，我老婆最喜欢蚱蜢了，我要变蚱蜢。家宝，老师，我的栽够了，我要回家，赶紧给老婆变蚱蜢。老师，赶快走吧，老师，快点，快点嘛！ 我来帮你吧，走开，别在这捣乱。老婆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呢？你走开了，你娘看见不知道怎么整我呢。婉莹，你为什么把她带到这儿来呀？是家宝一定要来找你，他说他有话跟你说。老婆，是我自己不好，我真的对不起了。 都快累死了，没有力气听你讲话。老婆，你听我说嘛，老婆，你看我这里给你编了两只蚱蜢，一只蚱蜢代表一声对不起了。你以为编两只蚱蜢，说两声对不起就好了？哪有那么简单？那你要怎么样嘛？可我这个两只蚱蜢编了很久很久。可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有多辛苦？ 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对我笑呢？你要我原谅你是不是？你先编一百只蚱蜢，再写一百个对不起。好了好了，走开了，别打扰我工作。新兰，你让他编一百只蚱蜢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嘛。新兰，你听我说呀，一百只蚱蜢，一百句对不起。 一百就一百，老婆，我一定了。不能睡着，不能睡着，我一定要写一百个对不起，还要编一百只蚱蜢。 老婆不会伤心的，不能够睡着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对不起。家宝啊，这么晚了还不睡觉，在干什么呢？我才不告诉你呢。 你等会儿又告诉我娘，我娘又整我老婆，我老婆又来骂我。啊，就是爹亲娘亲不如老婆亲。也好啊。爸爸。 我才不受你们的骗呢！哼！啦啦啦啦！啊！哎呀，都是爹给害的！哎呦，害得我又得重写。对不起，我认输。 不能睡，坚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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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老师，我终于写了100个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很厉害了？很厉害啊！啊！哇！很厉害，很厉害！那你还不去睡？我不能够睡，啊！我这里，老师，我这里还有好多的大门要编，啊，不能睡。家宝啊，这100个蚱蜢，你一个晚上是不可能编出来的呀！不行，我要是不编出来100个蚱蜢的话，我的老婆，她是不会原谅我的。可是家宝，不要逃，老师，你去睡觉，再见。冷啊！这个鬼天气！让你洗个脚，你就冷成这样？你以为我是家宝啊？傻乎乎的，冷不冷我都不知道。家宝他还没睡吗？没有呢。那他在干什么？是不是西南又在刁难他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去。哎，别！哎，老婆，儿子媳妇的事情就不要管那么多，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愿意，不是？啊，老佛爷，少操点心，嗯，睡觉吧。哪儿啊？哪儿了？走嘛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大清早的发什么神经啊？老婆，真的。放手，没时间陪你玩。老婆，你别走嘛。你快看，看什么呀？你大清早的就让我看这个呀？老婆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生我的气了呢？就一个对不起，就让我不生你的气啊？你做梦吧！不是只有这一个，你快跟我来！哎呦，我怎么了？哎呀，做梦！烦死你了！别烦，老婆，就到了！哎呦，我。这都是你做的吗？是啊。有100个？对呀。老婆，你要我编100只蚱蜢，写100个对不起，才肯原谅我。我当然照做了，我是大丈夫，说话算数的。你花了一个晚上做的吗？对呀，多一个晚上，老婆你就多生一个晚上的气，所以我要抓紧时间做。你呀，真够傻的。我不傻。别人可以说我，你不可以说我的。我娘说这是单纯。老婆，你别生我的气了吗？你都这么单纯了，我哪敢生你的气啊？真的。真的。不许赖账哦！啊，老婆不生我的气了，老婆是。怎么了？给我看。不疼。啊，老婆，你亲我了，老婆亲我了，老婆，你再亲我这里呢，这里呢。喂，你还得寸进尺了？不亲。就亲亲喽。不亲啦，走开。老婆。老婆，你亲亲喽！不亲啦，赖皮！亲亲喽！好了，药馆里面还有好多事情，赶快回家了。我不回家。顾家宝，我要睡觉。你不走是吧？那我走了，我真走了。哇！傅家宝，喂。
着了，像个小猪一样。